31，生活之途，奇观颇繁。少室之察，如空心步。如持何正，将以通行之。所执之正德，才是也。人世之间，要证明自己的身份，需要各种各样的证件，通行各种关卡，也需要各种证件，然后才能放你通行。生活当中，就摆着各种关卡给你过关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关卡甚是繁琐，把关的哨兵更如天空上的星星一样密布，处处防范。这时，我们拿什么证件去通过这些关卡呢？世间上的一切证件，都不如有一个最好的证件。这个证件，就是自己的道德和才学。自己有了高尚的伦理道德，有了才气横溢的渊博学识，这就是最好的证件，能胜于世间法的一切证件。